但因为那边是两格的，所以连跳就要抓一下，但这边其实还蛮短的，这边就可以多加一点，他这边也想要尝试连跳，可是可以看我刚刚后来就比较决定有没有这边连跳过来，然后持续的再跳跳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比较简单，但每个人的跳法不同。可以自行掌握一下，我们再给他几次。刚刚大概是8:13到这关，也其实还蛮快的，15分钟不到过两关。以前也没有特别去跑这个困难的啦，我好像也只跑过，有一次开台也有跑吧，私下我也就没有再跑这个。哦，又多了一个。我们的库巴选手也来了，哇！后来居上，我还很顺哦。看来我们来了一个跑酷高手啊！这边选择礼让，结果礼让到掉下去，然后我们的沙龙也掉了。他连跳的有点多啊！因为你连跳的比较多的话，就是你要有一些地方是缓一下，就像我们四格四格跳啊，它就算是全部都四格，你也要有一几格是要走一下再跳，持续连跳就会比较难了，连跳个两三次就还算是简单的。哎呀，也是这边尝试缓住。哦，有了，我们的沙龙突破了，这是一个简单的逆偶跳，哎呵呵，我也掉过一次，好吧，那就是一个心魔，就是它其实是简单的，可是有没有？因为你一路以来都跑过来，然后这里又没有 spawn point，它的那个心理压力就会存在，你就要能够抗压，扛着压力突破，跑酷伺服器或者说跑酷很多都是这样子。就是单点单点拿出来，哎，你练习都可以，实际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状况，就是要扛压。加油加油！觉得可以啊，库巴上吧。对，有一些小朋友们在下面持续的努力。哇酷哇酷也来了，好像之前麦块观众场也有出现过。哦，来了来了，不难的不难的，蹲角落，扛压扛压。扛压一跳就行了。哎呀，我们下一关大家再来努力。我刚差点 spawn point，差点 spawn point。你们要继续跑也没关系啊。哇，我们就接续。Only matter rain。毕竟像那些只差一点点的，再给他们5到10分钟，应该就有机会了。笑死，跳都没跳起来。缓一下，缓一下。感谢千 Q 会员8个月，哇！左边的，哦呦，哦，那个左边有点抖啊！哎呀，哎，刚刚其实有的，哇，他中间都没 checkpoint，我刚刚那个有的没按好，
那个斜跳出去是，哎呦，有 feel 的，摊快摊快。但我觉得那边摊快好像可以，摊快啊，不摊不摊不摊，再摊就跟大家一样了。来，大家这边就蹲到右下角，跑步键按住 W 空格，你也可以不用到最最右下角，往前一点点也还行。那这个楼梯的话，也是蹲到这里，然后 A 空格 W， 就是一个斜跳出去 W。但左跳我的没有右跳按的好，这边就算是人挤人也没差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指法，你按对就会过，所以没看到人都没差，不是没看到人，没看到路都没差。断考了，考试加油。哦、我们又迎来了一个高手，哎哦，还没有站好，那这个很坏，不给左右开弓啊、一气呵成。A 空格 W， 还有两次，还是好几次？他是不是都知道 A 空格 W 的？都是 A， 都是左，我就喜欢右，不给左右，哎。哦，哎呀 ，A 空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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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接再厉。前面就是逆友练习区。就简单的东西，这边就要看一下。上啊！哎呀，可惜，他还是没跳起来。到你视线，你可以害的大家，这一个地方很多人，你觉得被挡住就害的，加油，对。没错，你行的哦，秀一波，哦，哦哟，我的 A 空格，它不能一起按 A 空格的啊！哇，度过就是到下一个 checkpoint 了，这就是熟练度啊！我就说我们的小小客们也是有很多的
跑酷冠军。五、哦，既然你们是跑酷冠军，嗯，那我是跑酷老人，那当然也要持续跟上啊！哎呦呦呦，我是跑酷 OG， 哎，This way, this way。Around me， 要跳那个哦，嗯，哇，直接跳，我不确定呢，好想一点跑啊，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它是一格两格，等于是两格逆哦，有没有？呵呵，啊，单格的两格逆哦，哎，我之前没什么跑过这个，哎，我想再跑几次。哦，但它是哦，它往下了嘛？哦，不对，我刚刚在这里，嗯，那没错。我平常都给大家练一格而已。哦，那我刚刚很强哎。好啦，我们先不练那个，那以后有机会都可以练。想练就轻松一盖，那就有了。我感觉他这里应该有屏障，呵呵，哦，没有哎，吓死我！我走了一个简单之路，你是把我拐骗过来？哦，没有，啊，左右都行啊，啊，左右都行。就是你又哎，有屏障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回来了，我们都被骗了，我们都想太难了，是不是？以为要那样子单格单格的过去，结果就直接撞屏障。喂，还是那里的不行，是要跳绿色的，不然也没有别的路啊。而且这边是可以过去的啊。下周的挑战是什么？其下周就知道。我们都玩 Java 版。哎，对，这里可以走。嘿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啊，太着急了啊！我啊，一步一脚印，慢慢来，十分钟达标。
大家加油，很多人都在卡第一关，有我第一关也卡很久，第一关两个，一个就是那个逆游是大家可能不太行的啦，啊，另一个是后面的楼梯，而且楼梯还有两次，而且还是左